台湾 YouTuber 蔡阿嘎日前大动作发出律师函，开除元老级员工罗拉，至今没有说明具体原因，引起外界各种揣测。端午假期后，蔡阿嘎整顿公司重新出发，昨天正式宣布开工。过去罗拉负责合作洽谈，已调整成多位业务窗口，还特别强调联系起来肯定更畅通，引发网友联想，是不是在偷臭谁？至于价码的方面，传言他业配每100万不接，让网友好奇尊度假度。蔡阿嘎也亲自回应：啊，怎么可能？每档都100万，我早退休了，并表示保证物超所值。他也曝光昔日合作伙伴的好评私讯，给予蔡阿嘎鼓励外，也表示意外价码如此实惠。